总算排到莫德纳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你明明就是高危险群，你到现在才排到的。对呀、啊，这表示我活得够久啊。代表政府觉得你够安全。对，终于等到打疫苗的这一天，知名经纪人孙德荣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他打莫德纳疫苗的过程。打完要打很久。我是残障手册啊。那为什么没早点通知你打？不知道啊，就现在才通知。我是摘除膀胱嘛，所以还算第九类啊，所以说还好命够长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刚才以为只有来开过去，只有这样。还有这样，因为台北市就是人多啊，所以打疫苗要命够长，要够硬，终于可以打。我是大名鼎鼎的制作人，不认得你。谢谢你。那可不可以多送一剂？谢谢。松手。对。而且他中间让你写个东西之后，感觉哎、欸、好像快到了、哦，结果继续排。你、欸、真的很红，大家都认出你。不容易啊。对啊。你看，我说的不容易是要排的不容易啊。哎，三十几分钟嘞！像这种不能久站的人，他应该有一个特别的通道。我们刚才路口那边有轮椅啊，所以我说新闻是假的。嗯，新闻不是都是一个体育场？嗯，那椅子都排好了。我懂意思，说大家轮流打。应该是每个地方状况没有，所以骗人啊、嗯！他没有说外面要排这么远。嗯、所以新闻是选择性报道、嗯，我们今天是完完整整的报道。就是大家知道来之前要准备什么，要心理准备，要第三排、第四排、第五排。对，那如果不方便久站的，可能就要请，就真的要坐轮椅。对，亲友不要客气，亲友陪同这样。我们已经差不多四十几分钟，工作员乱来。刚才说这边有位置，让我们先坐。所以后面的呢，后面先到的还坐在这边，还要再等两排。那你很辛苦啊，完全没有按照秩序来啊。那很辛苦啊，辛苦还是要有头脑啊。没有头脑的辛苦，我都认为不辛苦。通常我对这种不合理的，而且他们在掌管秩序，今天不是我真的是修身养性的，我真的会开骂。如果他要从第一台放，我就开骂。我说过了嘛，你说他很忙很累，但是脑的人啊，自己越弄越乱了。我没有那么多生命可以等，比我们慢，对啊，将近15个、20个的，他在那边排，对，我们还而且这乱七八糟，对啊，你看隔壁的那个阿姨，啊、阿姨也在讲，乱七八糟，欧北龙啊，我看整个打完结束要一个半小时，今天做这个记录我觉得很好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都以为像新闻登的一样那么好那么简单，大家坐在那边等他打，对不起，没这件事，每个地方状况不一样，不能这样子，哎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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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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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。有骂有差，这边是挂号，隔壁是看诊。有慢性病没有关系啦，哎，这两周不能打其他疫苗，有吗？没有。发烧哈，原则上是有时候会发烧，可是不能超过两天。等一下打完针哈，还是要待15分钟到30分钟才能离开哈。好，你赶快拿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还好有这个残障厕所，等了很久。刚刚我都错晒。是本人吗？哇，这里被人太像了吧？这样像不像？连名字都像哦。你们好辛苦哦，辛苦你们了。这真的有什么优待吗？一样一针，我只要3-4针，我重抽的。不要了，来抽一下。我们抽一管当做礼物送给粉丝。他推进去比较有感觉，他插针很厉害，没感觉。厉害，专业的，你看他技术。不要揉，不要揉，都不要揉，不要揉哈。像刚才那个护理师就跟我这样开开玩笑，就比较轻松。我只能讲说，当护理人员，我常讲不是普通人可以做。孙总打第一剂的莫德纳在这里宣告完成。